好的。因为这段时间天天下雨，哎，好不容易出点太阳，然后今天被老妈来这里爬的那个毛，就是那个生疏的叶子嘛，那个用来烧火很好的。现在老妈在那里爬那个生疏毛，用那个生疏叶子。这段时间下雨太多了，都没什么柴好烧的，拿个这个来点火，对。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这种生树，可是不知道大家那个家里面是有没有这种树呢？那个是生树叶子，烧火的话很好烧的，一点就能了。然后还有那个生树可以放油，放的油的话也可以卖柴，那个不是可以卖钱，卖给他们做那种塑料嘛。其实市面上卖的那个塑料全是这种生树油做出来的。差不多有一筐了，那装起来，然后就可以回家了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年的雨水啊特别多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天的下雨。说今年对雨天对什么都不好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呢？在农村的朋友应该有做过这种事情，不过在北方就没有，因为北方基本上都没山嘛，所以说应该可能性不大。南方这边应该还是很多的。